那我们在一开始，先说一点别的东西，就是这门课的名字。因为事实上呢，大家会在大学里面看到，不同的对这样概率论的名字的描述。OK， 有的叫概率论，然后呢，有的叫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然后有的叫那个概率统计等等。那其实呢，我想说的是，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有一点像高等数学。那它是属于就是物理的学生，或者是就是工科的学生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应用类的科目的学生学习使用的。那么它并不同于数学系的概率论 ，OK， 因为像数学系中的概率论就会比较侧重于数学的一个严谨性的证明，有点像那个数学分析。我们现在想学的其实是高等数学的版本 ，OK， 也就是更偏实用、更偏应用。它的严密性我们并不是过分的强调。这就好像在数学系中我们会用测度论来研究函数，但是在高数中我们就不会，我们用 epsilon delta 语言就差不多可以了。OK。那同样的，我们今天的目标，或者说我们今天研究课程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应用上面，在理解上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把握。当然呢，既会有助于我们的考试的题目的解答，然后比如说像考研这样的这样考试的功课，同时呢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一些其他学科。那这是我们这一次定位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OK。那当然，这个目标也写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招生大纲里面。我们列的那些所有的知识点都是应用型的知识点，而并不是这样的证明型的知识点。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为了应用就不去证明。我们需要有高数级别的证明，但并不是数学分析级别的证明 ，OK。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有了这样的一个预期，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课程。那有同学问金融学是不是也适用？那当然了，因为所有的应用数学类的这样的那个概率论或者是数理统计的工具中的重要知识点，我们今天还有明天这两天时间会为大家完整的这样过一遍。OK， 好，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OK， 欢迎大家来到万门大学。那关于万门大学的信息和介绍，大家可以在网上搜得到，今天就不赘述了。好，那其实当时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也有不同的讲法。那在这里呢，我会介绍一个我自己觉得最canonical 最自然最合规的这么一种理解方式。OK， 那么就是从简单到复杂。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知识点都会是从一些简单的例子，或者说一些生活中的例子抽象出来，然后观察它的一些可能能发现的规律，然后试图看一下这些规律能不能进行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衍生和总结。 OK， 也就是说其实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绝对不是一门从天上掉下的学科，而是一个很自然而然我们在生活中就会碰到遇到的这么一个学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想象一下，我们这边有那个空气分子 ，OK， 我们有一个气室，然后呢，不同的分子会分布在这一个房间的左边或者是右边，对不对？然后它也会在随机游走。那这时候呢，我们会想，根据以前的经验，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气体分子在某一个时刻突然间大部分 ，OK。分布在左边的房间而并不是右边的房间这种情况 ,OK, 或者是说左边房间气压要明显的能够感觉出大于右边的气压，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那这就是一种生活的经验。但是呢这样的生活经验我们就值得观察，为什么不会有，为什么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涨落，好像我们任何时候在一个房间里做实验，只要这房间不要太大，比如说房间是1000米乘1000米，那我们就觉得太大。只要不是那么大的话，它在不同点测的气压是一样的，也就是不同位置它的相对的密度可能是几乎是相等的。那么这样的一种东西背后有什么内在的逻辑规律呢？这就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要研究的。我们会在生活中观察到很多很多跟概率有关的现象，跟分布有关的现象，跟随机游走有关的现象。那么这些东西只有学了
概率论与数字统计，我们才能更好的总结把握其中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OK 啊，甚至是去理解它，以及我们会知道，再想一个简单例子，我们生活中会丢骰子，对不对？大家都对那个，很多人是喜欢就跟别人去赌一赌的。那么我们丢骰子会从一丢到六，有不同的整数。然后我们丢一次呢，可能是有不同的数，但是我们非常明确的知道，我们如果是丢100次，那么总的这样的骰子的点数加起来可能就是350，因为它的平均数是 3.5。然后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在想，如果你丢的不是100次，而是丢1000次、10000次，那这样的信心是不是会越来越足？是不是越来越趋向于平均数 3.5 等等？这是我们能感觉得到的。OK， 但是呢，只有学了概率论与数据统计，我们才能很好的去证明这件事情。我们能证明，丢骰子只要丢一次，它的期望是 3.5， 那么的话，丢100次可能期望就是350，然后。而且涨落并不会太大，涨落的精确的定义，也就是它的方差或者说标准差，我们在之后的那个学习中也会很好的去把握。那么如果是丢更多次，比如说丢10000次，我们会合理的认为那个我们丢到骰子的总数应该是在35000附近，并且可能它的那个相对的误差又更小啊。那么这些东西如何去精确的描述，以及描述以后的证明，这就是我们概率论与数据统计最重要的内容。OK，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现在的先修知识。所以大家能感觉到，今天我们打算由浅入深，从有趣的简单的生活的例子讲起来，然后一直铺垫到更难的知识，或者说更严格的知识。那么大家会想，哦，这样的话是不是需要有很多先修知识？不是的。只要大家高中毕了业 ，OK， 那么高中的那一些我们对数学和物理的理解 ，OK， 就是我们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概率统计的知识。那唯一超越高中的知识点的内容就是这样的一个微积分 ，OK。所以大家如果比如说能看得懂e 的 x 的积分等于 e 的 x 这样的一个不定积分的话，那基本上今天的推导就都能看得懂 ，OK， 当然，你能看得懂积分，实际上你也理解导数的意义 ，OK， 你也理解这样的一个微分关系的意义 ，OK，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本次概率论与数据统计唯一需要掌握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也就是导数、微分还有积分 ，OK， 并且是并不太复杂的版本，因为如果稍微复杂一点技巧，我都会为大家进行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铺垫和推导 ，OK。好的，所以其实想说今天的先修知识基本没有 ,OK, 也就是简单的高数 ,OK。好。那到目前为止大家觉得声音跟那个板书啊等等都是 OK 的吗？声音板书识别度都可以吗？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讲下去。OK。好的，谢谢大福，么么哒。OK， 谢谢 Sandy。那么，所以大家现在是不是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大家会觉得 OK。虽然我想要研究一些未来会比较牛逼的东西，我们会研究什么？大数定律啊，中心极限定理啊，然后我们会很好的去理解这样的一个概率检验啊，然后这样的一个样本假设啊等等，进行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对未来的数据的一个研究。那么它的起点其实非常低的，就是我们对概率的一般知识就可以了。好，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以前我们学过哪一些概率的知识，也就是高中的版本。OK， 说起概率，最简单的就丢骰子，对吧？那么丢骰子，我们说，它有六个面，每一个面如果这个骰子是OK 的，我们叫它均匀的骰子 ，OK， 或者叫做fair 的骰子。那么这样的一个骰子，其实呢，对应的
概率支持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内容，叫做古典概型。古典概型也就是说，我现在呢，我有 n 个一样的可能性，然后呢，每一次抽到一个的概率，比如说 AI， 这概率就是 n 分之一 ，OK， 仅此而已。你让我说再多的我也说不出来了 ，OK。好，那这是一个古典概型。那在高中的话，我们会算，一个骰子丢的概率是多少，然后两个骰子可能，加起来的总数，是7的概率是多少，然后呢，我们，三个骰子，然后其中前两个骰子的数加起来大于第三个骰子的概率是多少？等等，其实用到就是古典概型，我们只要用排列组合，把各种微观的状态数或者说可能性把它计算清楚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的话，相信对大家都是没有难度的。那但是呢，如果你一旦想研究更复杂一点东西，古典概型就不够用了，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世界都是有 n 个一模一样的标本，然后你从中选取 k 一个，然后概率就是 n 分之 k，OK，或者说排列组合就是CNK 这样的一种选择数，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可能会遇到比较复杂的情况，我们可能会遇到，哎，比如说一个小球，OK，从高度 h 的地方自由下落 ，OK。那么这个小球，我们知道它一开始速度会是零嘛，然后接下来下落，速度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OK。这种感觉，当然，我是把振幅当做是速度，大概给大家画一下。那么这样的一种下落，我们可能会问，哎，这个小球处于比如说，高度为 h 零。上升，delta h 的这样的一个小区间内的可能性有多少？或者是说你丢一个小球，然后你在它下落的过程中随机的选取一个时间点，然后问说，哎，什么情况，或者说你有多少的概率能够观察到这个小球正处于 delta h 的一个区间？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就跟古典概型好像并不相同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以前的知识并不太够用。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以前的东西进行抽象化、严密化。那抽象化、严密化之后呢，我们会发现适用的范围更广。这就好像什么？这就好像我们一开始处理数学的物体，那都是很简单的这样的，比如说整数。那之后呢，我们发现整数不够用了，然后我们会扩充整数，然后我们会扩充到这样的有理数。那有了有理数之后，我们会发现，哎，可能一条实轴上的点还并不都是有理点，我们会继续扩充到实数。然后呢，有了实数之后，我们会想说，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种数的一个集合，它有相应的类似于这样数域的一个性质。所以我们会抽象的去定义数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有了数域的这样的一个抽象的空间或者是集合的话，我们又会更好的发现，哎，其实还存在不同的数域，比如说复数域啊等等。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那同样，我们现在也要做概率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抽象。我们希望能把自己的这样的未来的延展性给提高，或者说普适性给提高。所以的话，我们直接来定一个普适版本的这样的一个概率空间。OK。